圣诞节到来，那你们今年有什么样的庆祝的计划呢？今天我就是想邀请大家跟我一起，就像去年一样，布置一下今年的全新的圣诞树。今年的圣诞，我想过一个比较缤纷，然后比较华丽的主题。所以我呢，又采购了一大堆的这些圣诞的装饰品。前段时间呢，快递都停滞在路上了，所以我很担心圣诞节今天收不到。最近呢，一切都陆续恢复了，也基本上收到了我订购的各种圣诞装饰品。今天我终于可以把树支起来，然后布置我今年的圣诞树了。今年呢，我会选的都是比较偏那种华美的一些金色的主题。我想布置一个带有一点点华丽的波西米亚流浪风的圣诞树，现在也挺难想象的，是吧？那咱们现在开始动手吧。我是前两天已经迫不及待的把这个树已经支起来了。这两年我都用的是这种可以环保的备用树，这样就不用每年破坏植被，过完圣诞节把它收起来，第二年再打开，所以就可以一直反复用。其实我用了好几年了，也觉得还挺不错的。而且因为它是自带灯的，对，就很方便。我跟大家分享一点点我布置圣诞树的这个小技巧。很多时候大家都说，为什么看图片那个圣诞树都那么漂亮，自己布置完以后觉得哎好像差了点意思。那我觉得第一个小诀窍就是，大家在选这些圣诞的这个小球球的时候，你可以挑这种尺寸呢它是比较大的，有大有小，会更有层次感。颜色虽然你看我选的都是金色系，但其实它也会有一些不同。这个就是我今年选的最主要的圣诞球，很华丽的 disco 风，看到以后是不是很想跳舞？超漂亮这个，而且很大颗，这个直径是15厘米，奠定了我们今年这个圣诞树的整个主题。还有一个小技巧呢，就是先挂大球，这样呢你第一也比较好操作，第二就是它会看起来更有层次感。那我现在就先把这些超级漂亮的 disco 球先挂在这里。我们这是一颗会跳舞的圣诞树，大球因为它没有重量，可以尽量的往树根里面去塞一塞，一个是比较稳的。另外呢，你等一下可以把比较小的装饰，比如轻的装饰挂在它的外面，一个圣诞树就会比较有层次。那还有第二个小技巧，圣诞树它虽然是360度，但我觉得一般大家家里面您还是会把它贴墙上，或者可能是放在一个角落。所以你在布置圣诞树的时候，其实没必要挂成360度都是装饰。比如像我现在可能这边的270度是可以看到的，就是靠墙上，我可能不会再挂太多东西去装饰，因为一个样子树的重量会特别沉，挂满了之后。另外一个就是比浪费钱，没有什么必要，而且花很多的时间。大家在布置圣诞树的时候，把那些最贵的、最漂亮的、最希望别人看到的装饰品集中在大家视线最能看到的这个高度。像我的话，我就会觉得哦，那可能从大腿到眼睛的这个位置，我觉得是一般大家看到最多的部分，那我就会在这个地方最花心思。下面可能就是一些点缀就好，因为这种圣诞树它一定会有一些缝隙嘛，你就可以用它来填补那些比较大的缝隙，超级有存在感。但这里有一点，我就会喜欢塞这个缝隙，就得填满。好了，那就让我这个第一条就完成了，就是把这个最大的、超漂亮的金色丝绸球挂在上面，会填补一些树杈之间的缝隙，非常有存在感。那现在就可以放第二条了，还是要用红外放大镜。这个就是直径大概10厘米左右的一个上面是金色水晶的球，也超级漂亮。这两个呢也是金色系，但是颜色上你看会有一些不同，这个是比较偏底的金灰金，然后这个就是比较偏金色的亮片，在身上也是很好看的尺寸，都很闪亮。这种就是重量比较轻嘛，所以就是挂在更亮的地方。来，小朋友，想分享分享的分享，你觉得我每年我布置圣诞树的时候最快乐的一个家人吗？好像得了好多玩具。是我去年买的一些金色的叶子树插，可以塞到这个树的缝隙当中，然后让它更有层次感、更饱满。今年呢，我就想把它变成一个小的图形，就是弯了一下，因为它里面就是用这个弯的铁丝，我就把它都做成了那种小的圆形的花环。然后这个花环呢，是在我们挂更少的时候来去布置的，就用它来垫住这个缝隙。就其实这个花环，你可以这样平着挂，然后我可以立体的把它塞进去。因为我觉得如果都是圣诞裙呢，就然后看起来很久呢。就是用这样做一些形状上的变化。这个呢是一个前底的车，上面有一些珍珠装饰，磨平那种雪花彩线，这个呢就比较娇气，它是玻璃的，然后做了一个金属，更好看。那这些直径更小的是我的第5层。
是我今年新买的一个灯的一个雪花，然后它很漂亮，就是因为它可以点亮，它很有透明感。其实你看它配了一个吸盘，它是可以吸在家里面的窗户上的，但我觉得把它放在树上，因为效果也会很好。下一层我准备要挂这个，它是亚克力的，就是雪花，而且是立体的，是在灯光的照射下又会非常漂亮。Dreaming of a white。 这个亮片，因为我现在满手都是亮片，这个因为非常的轻，就可以挂到这些树梢的最尖端就好了。这个是我今年新发现的一个装饰，叫做它是那个折纸的一个小灯笼。这个的设计很好，是因为它配了吸铁石，所以你把它展开之后就要欣赏，就完成了。边边上还配了金属，水又低调，又特别小，就很符合我今年的这个奢华的波西米亚。像这种纸的小动物也是因为它的重量比较轻，就把它挂上，然后外面的尖端就是最外面的层次。我们现在就是像这些要挂的装饰球之类的就完成了，还有一个我的一个小福利，绝对可以把树拍起来更漂亮，还可以加一些这种链条类装饰，像这个是大竹节的金珠链，然后还有像这样的金色的珠链，都让它错落的在树上挂在表层，会看起来更有层次，会更华丽。为了今年的这个奢华波西米亚风情，新买的视频已经进入倒数计时了，时间来两分钟。好了，现在就到最后一步喽，来吧，等等。